梁咏琪呢日嚟到万人学校宣传电影小 Q， 成日都想带埋女女参与慈善活动嘅 Gigi， 呢次又有冇带埋女女一起嚟呢？如果有机会嘅话都想，因为希望佢一嚟多啲认识呢个社会啦。咁同埋本来都有问过可唔可以即系喺我哋今次嘅活动度。希望帶去參觀，不過他們就沒有前這個環節，就或者下次有機會，希望他了解多些自己有一雙健全的眼睛其實很幸運，身體健康其實是一件很幸運的事。其實有時即會經常翻一些雜誌啊，或者怎樣都會告訴他，其實這個世界很大的，即除了香港之外還有很多不同的國家，他們是即叫做發展中國家，小朋友不夠飯吃啊，或者沒有書讀啊，讓他知道自己是一個即身在福中咯，叫做就算講一些舊一些的一些舊的歷史故事或者怎樣都好，都告訴他可能女孩子在以前在讀書上面沒有那麼平等的，那他會知道現在就女仔都去讀書了，但是舊的時代呢女仔未必個個都可以上學，即都會講多一些這些故事。另外聽說 Gigi 下年都有開 show 的計劃，暫時有這個計劃，但是就還是很初步，到時候就跟大家說。